季之后迎来了入学，而 K-pop 偶像进入艺术高中就读，在入学典礼上被拍摄到穿着校服的照片十分清纯可人。其中 YG 新女团 Baby Monster 成员 Ahyun Haram 参加入学仪式，在出道前难得亮相，引发现场路人同学抢拍。金发的 Ahyun 和黑发的 Haram 形成强烈对比的精致美貌，令网友们赞叹。此外 ，IVE 忙内李瑞也入学翰林艺术高中，表示十分期待高中生活。李瑞穿着校服的美貌泛拍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有着校花般的风采，让网友粉丝们都心动不已，表示和在舞台时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完全就是青春校园偶像剧的女主角。希望李瑞也可以考虑往演员发展。